今天我乔治表现好，妈妈奖励给我一盒炸花泥，还有一个大网罩，开始拿出来玩哟。哇塞，这滑溜溜的，看着就好玩。哦，这不是好玩的炸花泥吗？你这头小猪给我一边去吧，这个炸花泥是我怪兽的了。怪兽，这是妈妈奖励给我的炸花泥，你给我起开。嘿呦，我说你这头小猪还敢跟我怪兽动手，小心我把你吃掉啊。这个怪兽真是太过分了，居然在这欺负我的弟弟。嘿呦，这咋还又来一头不怕死的小猪呢？哼，臭怪兽，我是来教训你的，看看这是什么。嘿呦呦，我说你是来闹着玩的吧，我堂堂的怪兽岂能怕一张奥特曼卡片？臭怪兽，你可不要小看我这张卡片，我这张奥特曼卡片只要碰到小叶子就会变成真正的奥特曼，我现在就要为我的奥特曼卡片送上小火苗。我点点点点点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，我的小火苗怎么不管用呀？哈哈，你们两个就等着受死吧。对了姐姐，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小火苗根本就不管用，只有小朋友们的小叶子才管用啊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快为我们点上闪闪发光的小叶子，让这个奥特曼卡片变成真正的奥特曼，打倒怪兽吧。什么，我怪兽现在就要把小叶子给攥在手里捏碎。我捏，哼，我看你们这下还怎么点。小朋友们，小叶子是捏不碎的，快来送上小叶子教训教训这个臭怪兽吧。